这个地方的钓鱼的小屋有门欸，太棒了！什么时候变那么大？好渴！应该有看到我怎么被虐的吧？好恐怖哦！爬歪是不是就会摔下去了 ？Fire! Fire! 好可爱哦！欸，有枪 ！Yes！ 这绳子怎么在晃啊？先看一下，我要爬干嘛？这风大到我看不到。如果你们台风天出门的话，大概就会像我现在这样。这个钩子有保护色，完全看不到。不到一天，完蛋了！我启程了，我启程了！妈的，滚开啊！就是这个死路啊！没狼在我旁边呢，他完全没看到我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羽毛，羽毛！有刀，有刀！大家来找茬是不是啦？太小了，太细了啦！我现在只到17颗了，不 OK， 不 OK， 不 OK！ 冲！这个狭路相逢，高质量的工具，他发现我了，好爽哦！枪的状态太烂了吧？哇、哦，到了，爽哎！你们不要乱讲好不好？有一个人躺在床上，不行，连劈柴都不行。这个几乎没有睡袋啊！哦、完了，还有卡弹这回事哦，也太拟真了吧！卖火柴的大男孩才不要，太危险。这样会比较清楚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疲惫状态。哦，哪一端对准目标，仅此而已。我竟然没有发现后面这栋房子。这应该是肾上腺素吧？我现在都可以猜了。生活技能耶、yeah! ！好渴，好渴，这是什么？好恐怖啊！哦，好高啊！请问你哪只眼睛看到有火车车厢？烂死了！很烦欸！哦，有用欸！伸手不见五指，要不是有这铁轨的话，我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欸。